大家好啊，那么英国媒体报道，呢缅甸空军啊对印度进行了空袭啊，造成七人死亡。呃，英国的卫报呢报道，一月十号下午四点左右呢，在印度的叫米佐拉姆邦境内啊一个民族军的据点叫维多利亚营，遭到来自缅甸空军战斗机的空袭。十一号呢，该营又遭到一次来自缅甸军方啊越境空袭。 根据亲邦民族武武装的指挥官对媒体透露呢，缅甸骁龙战机在营区内投下了至少五枚炸弹，造成七人死亡。空袭地点呢，大概在啊提奥河谷啊，提奥河谷在这儿啊，在这个方向，提奥河谷。 据报道呢，缅甸政府军呢自去年年底啊开始对缅甸各民族地方武装展开进攻。对于叛乱的亲民族军，那么缅甸军政府呢展开了多次空袭。由于民族军呢长期盘踞在印度和缅甸边境，在遇到缅甸军队攻击时啊会退入印度的境内。因此，因此呢印度一侧的民族军总部实质上是其指挥机构、训练营所在地。 这次空袭的目标呢是维多利亚营，就是民族军的总部。缅甸空军啊，自一月十号开始对维多利亚营进行空袭，可以清晰的看到缅甸空军的轰炸由三架战斗机、两架直升机进行，而且呢，可以确认缅甸的战斗机是在执行轰炸过程中明确的越境行为，其中几架喷气战,战斗机越过边境投下炸弹。 那印度这边呢，一辆卡车被炸弹击中炸毁。媒体采访到一个叛军啊，他也表示啊，此次空袭呢有多幢房屋被摧毁。另外呢，民族军一名成员推特也显示、啊，此次缅甸空军造成七名当地人员死亡以及二十。那缅甸方面呢已经确认啊，执行轰炸任务呢是缅甸空军啊装备不久的中国的枭龙战机。 那印度网友呢？现在认为呢，并非是枭龙战机，而是缅甸的米格二九战机越境执行了轰炸任务。目前的印度当局呢，没有向媒体证实炸弹落在了印度边境以内。印度的边境官员对媒体表示，没有任何的印度人或财产在此次空袭中受损。且距离边境约九公里的法卡湾村是距离爆炸最近的地方。不过，已经有视频传出呢，表明印度一侧的营地遭到了空袭。 并对营地造成了损失。米佐拉姆邦法卡湾村议会的主席叫拉玛也向《卫报》证实，印度一侧发生了爆炸事件。他说呢，这在他们村庄造成了恐慌，人们担心更多的袭击会侵犯印度边境地区。缅甸这次空袭呢，也震慑了缅甸境内的分离主义啊，也包括印度，也在震慑印度。现在整个南亚地区啊，包括中印边境啊，整个局势呢。 呃、嗯，在可控范围内，为什么呢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。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，实际上印度呢，呃，因为很难获得俄罗斯的一些军事装备，包括啊，印度原来向俄罗斯订购的这个特九零坦克，都在俄乌战争中被呃俄军呢转往这个乌克兰战场，所以印度呢，实际上整体啊，只整体的军事力量在下降啊。那么在索尔尔方向呢？ 大家可以看啊，这是乌军啊发现的俄军呢为印度装备的特九零坦克，为印度装备的特九零坦克出现在巴赫穆特战场。呃、啊，实际上印度呢现在很难获得俄军的大量先进装备啊，很多装备只能啊是这种老旧的特七二啊。大家可以看，现在这个中印边境地区啊，印度像中印边境地区，它的主要装备的坦克啊都是老旧的一些坦克。 所以印度呢，现在因为俄乌战争啊，包括俄军的很多弹药很难向印度再提供，因为俄罗斯自己呢，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也急需这种各种弹药，所以印度呢，实际上它的陆军整体实力就被那现在看呢，俄乌战争呢，实际上对印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啊，印度很难获得俄罗斯一些先进装备，而且呢，弹药补给也出现问题，印度很难自己生产俄罗斯俄制弹药。 那么俄罗斯一定要先提供给乌克兰战场，才能提供给印度。所以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对中国啊、对解放军的挑衅，现在看的是克制的。所以这个俄乌战争，你可以看到对印度、对中印边境地区的影响。啊，那你可以看到缅甸现在也啊也非常的，我觉得缅甸现在也非常积极的啊，在边境地区打击这个分离主义，也对印度啊进行这种跨境打击，实际上也在警告印度。所以看在南亚地区。 印度没有过去那么嚣张了，连缅甸都可以跨界跨境打击印度，所以看到俄乌战争啊，那个这个长期对印度对中印边境的影响。印度这个国家呢，实际上呢，它依靠是苏制武器，就俄罗斯的武器。我之前一直有个观点啊，中国不应该反对英印度获得俄罗斯的武器，因为毕竟俄罗斯呢，实际上和中国之间关系背靠背。如果印度从美国获得武器， 那印度会获得美国直接的军事支持。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欧洲开战，哎，印度因为获得俄罗斯武器出现困难，反而它整个军事实力在下降，它的库存不足，那反而印度很难发动大规模在边境对中国的挑衅。你看，这就是之前我那个逻辑告诉大家，就大家不要反对印度获得俄罗斯的武器，因为如果不能获得俄罗斯武器，它获得美国武器，那对中国的影响呢？那么印度现在呢？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，所以我说啊，你要从整体来看，印度获得俄罗斯的武器，那俄罗斯现在呢，它可以和中国啊对印度武器进行调解，包括卖给印度一些武器，包括卖给中国的一些武器，它来进行调解，对啊，俄乌战争呢可以牵制印度，看到了吧？啊，一俄乌战争可以牵制印度，所以可以看中印边境就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。 这是我一直强调，大家看，俄乌战争一定要扩大，俄乌战争也会深远的影响印度，影响中印边界、南亚啊，包括南海，甚至包括台海都会影响。那么现在印度呢，派军机啊前往日本，和日本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，但实际上呢，没了俄罗斯，没了俄罗斯向印度的支持，印度空军啊很难啊，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。所以呢，现在不用担心印度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。 要积极的支持俄罗斯向印度卖武器。另外一点呢，美国在中亚地区、在南亚啊以及中东地区有他自己的布局，就是围堵伊朗。今天呢，伊斯兰共和国的信息部啊，也就是情报部门呢，也发出一份声明。战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、伊朗前国防部的副部长阿里里萨阿克巴里，因为为英国军情六局从事电间谍活动而被判处死刑。 英国的情报部门呢，最重要的特工之一已在伊朗的秘密战略中心被发现。他在长期的多阶段反情报行动后被逮捕。阿克巴里呢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。那么塔斯尼姆通讯社呢也发布了这个新闻啊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伊朗的、啊、塔斯尼姆的这个通讯社的新闻，里边详细介绍了啊逮捕的过程。 那你可以看,看西方对伊朗的渗透，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伊朗核问题，围堵伊朗，肢解伊朗。伊朗被肢解，整个中亚地区就会出现动荡。那么，伊朗它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个微妙的变化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，美国要联合着中东这些国家围堵伊朗，那么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就会形成牵制什么？牵制美国在阿拉伯世界、牵制在中东的一股力量。 就是俄罗斯可以通过和印度的合作，也牵制谁？牵制，哎，美国，包括以色列、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围堵。你看到这里面的关系了吧？所以是错综复杂。一直说啊，看中印边境问题啊，一定要，呃、跳脱出中印，你要在整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看，啊，要从更整体的角度来看。呃、啊，那么现在呢是民主党执政，也就是拜登政府。如果共和党执政的话，那么印度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。 啊，重新啊变成美国的一个棋子，重新武装印度，所以可以看啊，共和党如果二四年大选上任，中印边界很有可能有新一轮的紧张啊。那这是今天呢中印边界一个最新。